你今天有点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你扶我一下。相遇那天说起，淋湿一段回忆的痕迹，缘分离弃，念念不忘的过去有了回忆。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。我也挺忙的，我还要去厕所把那个刚刚吃的碗给洗了。没事儿。